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，解锁2021第十首歌，王一博新身份获官方认可，两个字点评新歌，不斥微芒，造句成扬。每一个找到自己做事的价值，并一直坚持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太阳，这是来自初心的力量。人的一生会面临无数选择，而总有人一次次坚守着最初的梦想。平凡却不平凡，正是那么多人坚守的信仰，才有如此美好的生活。当我们从那些电影中感受到历史的真实，一幕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心灵是震撼的，更是对生活美好和这些前辈们充满着敬畏。作品来自于生活，更是情感和细节的无限放大。在百年献礼剧目中，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微电影，成为了大家极其期待的作品。微电影初心展现的是时代风采、英雄本色，还有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一路成长起来的壮阔历程。在这打动每一个人心的故事中，让我们看到每一份平凡下铸就的伟大，每一份职业所铸就的辉煌。Thank you.